这个装备真的没问题吗？狩猎有风险，裸杀需谨慎。各位猎人大家好， MHTV 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怪物猎人系列每周都会有新手套装，在 MH Online 中，米拉德村也理所当然拥有自己的新手套装。它的造型就是这样的。除了米拉德新手套装之外，还有米拉德系列武器。在旅途的意识有了这样的装备，就不会出现太多的窘境了。今天的 MHTV 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